Rewind 嘅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Finally 的 JPEG。 我今天的身体技能解锁就是将手可以夹到后面，跟着箍住自己，拖住自己。是，我们示范一次先，再解释。都不是去到这个那么简单，都要箍住手腕。哇，那么扣住自己，那就永不分离。那么为什么学成这个技能呢？因为呢，其实呢，我身高即身高和呢个臂展其实应该一样，一比一的，但是我身体构造原来不是这样的。我的臂展是长过的身高，我的臂展是有176，我的身高是177，连 JPEG 相的，是的，就是这样。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和 like V1HK 的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了。